我们开始了。好，那我这里呢已经写了一段，那那段呢是说明就是这个有理数的时候呢是不连续的，跟前面差不多。我们事实上呢也是用 sequence 的讲法。如果你是一个有理数，你就是等于 P 分之 Q 啊，等于 P 分之 Q， 而函数值就是 P 分之一。可是呢我可以找一堆无理数去逼近你啊，跟刚才的做法一样，而这堆无理数的函数值是等于零啊，它不会越来越接近这个 P 分之一，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连续这个事情就不成了，我找到一个反例啊，那就不可能是连续的。要讲这个连续的无理数，它是连续的，就比较麻烦一点。我们呢，事实上是应该是要将这个图呢，是给它所谓的放大啊，是这样子。假设这个是 x0， 是一个 irrational 的，那它附近当然有很多无理数，函数值是0啊，可是呢它也有很多有理数啊，而那些函数值呢有可能不小的，比如说如果它接近二分之一，它可能就是有一个二分之一，有一个三分之一，有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有五分之一啊，比如说啊，我们是这样子看。那二分之一这个函数值是二分之一，当然比零要来的有一定的距离嘛，三分之一跟零的距离也是蛮大的，对不对啊？都蛮大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观察，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些所谓大的这些分数啊，这些函数值大的这些分数不多。怎么说？是这样子说，如果给定一个 n 分之一作为一个规范，我希望函数值比 n 分之一大的，若且为若你将这个不等式弄一弄的话，事实上它的分母呢要比 n 小。如果我固定这个 n 以后，这堆的这个分母小于 n 的那些分数是一个有限集合，它可能有一定的数量。比如说我现在 n 等于 5， n 等于 5， 那个分母比 n 小的就是1、2、3、4、5， 就是这五个分母，那不会超过20个，对不对啊？五只有四个嘛，啊，不会超过20个。那如果 n 是100，当然那个数就大很多了。那但是还是有限，还是有限。我怎么做呢？就是所以我现在呢要求你是，我要求有一个 epsilon， 我希望 f(x)， 我事实上希望什么？我最后的那个我希望它是小于 epsilon， 可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根本就是等于 f(x)， 对不对 ？f(x)0 是零啊，哦，这个是等于 f(x)， 而我希望 f(x) 小于 epsilon， 事实上只要它是小于 n 分之一，啊，这个 n 是这样子选取的，它就会小于 epsilon。那问题是，这个怎么样保证？那我就说，它本来就等于一个 p 分之一嘛，对不对？好，哦，好，我想我还是，那这个 x 如果是无理数的话呢，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嘛，无理数这个是零啊，哦，那我害怕它是有理数，可是有理数比 n 分之一大的那些点，事实上我可以绝对的，我这里可以绝对的，啊，哦，事实上是比 n 小的，它的分母要比 n 小的。而那个是有限数，
就是我现在所说的，给了 epsilon， 我找到一个大 n， 然后我就确定能够 p 分之一能够比大 n 大的是一个有限的，譬如说100个或者是1000个没有关系。那我这1000个都挑出来，1000个都挑出来，然后我要找一个小区间在 x0 附近，将那1000个都排除掉，有没有可能啊？还是可以做啊，有限时间内我还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啊。当我排除掉这1000个以后，剩下来的不是就好的吗？如果它是无理数，它满足这个条件，如果它是有理数，它在那1000个外面还是满足这个条件，那我不是做完了吗？啊，这个就是我的 delta。 OK， 所以事实上呢，整个这个文句呢下去就是说，我的 delta 是一个抽象的数，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有多小，但是我确定我找得到它，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 delta 是根据我的 n 来设立的，是所有的 y 对，看得到吗？这样子看得到吗？ OK 吗？啊，所有的分数，它这个分母比 n 小的那个分数跟 x 距离的最小值，最小值。换句话说，如果我的x 呢跟 x 的距离是绝对小于 delta 的话呢，那它如果是 irrational， 那 a f x 跟 a f x 零的距离当然是等于零，是小于 epsilon， 这个是自动成立的，根本就不用多说。那我害怕它是 rational，x 等于 p 分之 q rational。哦，这个 p 分之 q 是当然是最简的哈，是约分就最简的。我的这个差异呢，事实上是等于 p 分之一。现在我就来说了，这个 p 呢一定要比 n 大，一定要大于等于 n。换句话说 ，p 分之一，这个 p 一定要小于等于 n 分之一。而这个 n 是怎么设计的 ？n 当初就是选出它是小于 epsilon。那所以无论怎么状况，无论是有理数无理数，只要它满足这个条件，我都有距离可以控制到小于 epsilon， 我们可以控制它啊，我们用这种的。 So in any case， 好，填充题填完了啊，给定了 epsilon， 我先找到确定一个大 n， 然后呢利用这个大 n 我找到这个 delta， 这个 delta 呢因为是有限数，所以这个最小值呢是选得出来的啊，是选得出来的，它是一个大于零的一个正数。那只要在我的定义域里边距离小于 delta， 我都有这个距离小于 epsilon。 那因此呢我就有呢是说这个f 呢是连续，哦，是这样，我就证完这个命题了，有没有问题？那这个是不好讲的，不好写的啊，讲反而是比较容易讲。啊，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呢是讲了几个例子，
能够说明就是这些连续跟不连续呢，以前我们碰到的算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有一些复杂的例子啊，那是可以有时候会蛮麻烦的，所以就是这个 epsilon delta 的语言，我们要掌控得好，才可以能够处理这些复杂的状况哦。那大家就是要练习了，好不好？有没有问题？那没问题的话呢，我要进去下一个课题了哦。如果我说这是我们这个学期最重要的定理，我想也不会过分的啊。我们事实上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预备这些东西，预备这些什么完备性公理、Bosanowski定理，目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说明这个两个定理，一个是 extreme value 定理，另外一个是 intermediate value 定理啊。那好，这个 extreme value 定理是说，我那个命题是非常简单的啊。这些我们觉得一个好的定理就是它的叙述事实上是就是简单啊。那我们很容易记，那很容易讲，而且呢，很多例子，你的 f 就是要连续，然后在一个 b 区间上面，则所谓的绝对的最大值跟一个绝对的最小值啊。那这个绝对最大值、绝对最小值就是，当然就是它的所谓的再说一遍，它是绝对的最大点跟最小点。所谓最大点跟最小点，就是它的那个函数值，就是比所有其他的点的函数值要来的大，或者是来的小啊。那我们呢，这个 extreme value 定理呢，一个简单的叙述呢，就是说，连续函数在这个有界 b 区间上面是 attains its maximum and minimum values。这个是，对不起，这个不是零一，这个是 a b， 是任意的有界 b 区间。啊，那我可以举一些例子。这个是一个所谓的一般的有界 b 区间，你会看到它的最大值是在这里啊，最小值是可能是在这里啊，这个是 xm 跟 x 小 m 啊。那如果你不连续的话呢，这个事情就不一定成立了。为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是这种的，我这个点实的，这个点空的，比如说就在二分之一那个地方，它有没有最大值？没有的哦。比如说这个是一，这个是二，你不连续的话，你这个是空的，这个是实的啊。我的整个集合，整个 y 值，这个集合 supremum 最小上界就等于二，可是没有一个点的值它是函数值等于二的啊，所以不连续是不行的。那然后它不是 b 区间也是不行的啊。譬如说它是我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如果它不是 b 区间，譬如说零一 ，y 等于 x。就不行了，因为这头是空的，这头也是空的，是不是？它没有最大值，没有一个点它是等于有这种性质，没有最大值，也没有最小值啊。这个是 y 等于 x，fx 等于 x 啊。那有界 b 区间是有界的啊，比如说你可以等于无穷吗？也不行。比如说我从一到无穷啊，
fx 等于 x 分之一。那它有最大值，这个例子它有最大值，可是它没有最小值啊，它一直碰到零。啊，在无穷远的地方，它就是零。啊，这个 xm 呢 ，x 小 m 呢是不存在的。啊，我不写那么多了啊，不存在的。啊，所以在 f 是一个函数，它在有界 b 区间上面连续，那我们就有它达到 attains 就是达到 reach 啊，就这个意思啊，达到它的最大的 value 跟最小的 value 啊，最简单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你随便画就可以有很多的例子来说明。看看这个证明是怎么做，事实上就是将我们连续函数的性质就要用一个，就是 sequence 啊 ，xn 去向 x 0 ，fxn 只要去向 fx 0，是用这个。但是我们有一些实数的性质要走下来，那最主要当然是完备性公理的跟它等价的一些命题，是这样子。我们大概这个证明呢就要有两步。那第一步呢，是这样子，第一步呢是说，我就将这个 y 的值啊，这个函数值，事实上这边就是 x， 这边就是 y 的值给它集合起来。那我就叫它是，比如说是 f 吧，好不好啊，就是 fx 啊，对，这个定义就是等于 f of 一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 fx x 在一里边，是这样子啊，所以它的那个 y 的所有的影像，那这个当然是一个 r 的子集啊，是在我们 y 轴上面的。首先呢，我要说，我的第一步呢是要说，这个 f 是 bound 的，它不会飘到无穷，它不会是有一些点这样子跳到无穷或者是负无穷啊。它是 bounded 啊，那譬如说它是 bounded above 啊，它是 bounded， 当然不难看得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它就是 y 值啊，是 y 的那个部分，如果它真的是飘到无穷的话，就表示说我有一些 xn 在一里边。就是如果不对，如果这个是不是的话，我就存在一些 xn， 它是在一里边，可是呢，这个 fxn 呢、啊、是越来越大的，哦，它是 bounded。譬如说，我随便一个 n， 如果它是不是 bounded above， 你一定有一个函数值比这个 n 大，那我这个函数值我就说它是这个 x 坐标就等于 xn， 它要比它大。那换句话说，这个 fxn 呢、啊，就是越来越大。那当然 ，fxn 就是走向无穷啊，或者是 limit 啊，这个是一个 sequence 来的，是等于无穷。那可是 xn 是在这个有界 b 区间上面。Bosanowa-Strauss 定理说，一定有一个 convergence subsequence， 它是收敛到某一个 x 0 x 0在哪里？在一里边，啊，在一里边，那就有故事讲了。为什么？因为连续嘛，
所以 fxnk 就趋向 fx0 啊，就好像配过去就 OK 了。那但是你这个 sequence 走向无穷，你的 subsequence 不是也是要走向无穷吗？换句话说就是，而这个 limit 只有一个，那你的 fx0 就等于无穷吗？这个不是啊， fx0 是在集合里边，每一个集合都是一个实值的东西，都是一个实值的东西。那所以这句话就成立了啊。那这里就矛盾，矛盾了以后呢， completeness axiom 告诉我们 bounded above 有 supremum， 这个 supremum 呢我叫做 yn， yn 就是这些 y 值的 supremum， 然后我当然要说有一个 xm 对照着这个 ym， 那我又来搞一个 sequence 出来，我就是说找到一个 x， 又找到一个好啊，又找到一个 xn， 使得呢 fxn 相当于就是这个 yn 是越来越大的，它是收敛于越来越接近这个 ym， 是这样子。这个当然是 OK 的。那又来一次 Bosanowatch， 你找到一个 sequence 有介 B 区间，你就有一个 convergent subsequence xnk、哦、我当然我这里写 xn 可能不大对不大好，我写 tn 吧、哦、你就有一个 tnk， tnk 是收敛到某一个点，我叫做 x0， 那连续函数 ftnk 收敛到 fx0、好了，我叫 t0 吧。而 ftnk 不是就是这个的子列吗？然后你的整个数列，这个是个数列来的，是收敛到一个 y 值，让你的子列可以收敛到什么地方，还不是同一个地方吗？啊，所以这个 ym 不是只要等于 f 的 t0 吗？那 t0 是什么点？ t0 就是我们的那个 maximum point， 它是等于我的所有的函数值里边最大的那个，不是吗？哦 ，T0 就是在这个集合里边，哦，那它是等于我的 supremum， 所以它就是我的 maximum。哦，做完了，做完了两步，哦，那我们巧妙的利用了连续函数的性质，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有用到 completeness axiom Bosanowatch 定理，哦，我们这些 R 的就是实数的集合的那些公理啊，将它用好，那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大定理呢给它建立啊。我们来将这个证明给大家写一写啊 ，BWT Bosanowatch Theorem。啊、哦，那我就存在一个 subsequence xnk， 它是趋向于某一个 x0 在这个一里边，啊、哦，某一个 x0 在一里边，那就表示说我的 fxnk 就是收敛到 fx0。哦，那对照我这个事实，我就是说这个一来说呢，我就可以确定呢，就是这个利用这个一呢，或者是我这样子写吧，就是把一
这个 AFX0 呢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实数，一定就是无穷啊，那就矛盾了。矛盾，矛盾什么？矛盾就是我的 AFX0 应该是在 R 里边，就是我的 AFX0 呢应该是在 R 里边啊，是这样子。那所以为什么有矛盾呢？就是因为我假设了这个 F 不是 bounded 啊，所以因此呢结论就是 F 一定是 bounded above 啊。第二步 completeness axiom 完备性公理，我就是这个 YM 等于这个 supremum F 呢是存在的啊，是存在的。那好，那我就说有一个 sequence TN FTN 呢是是收敛于这个 YM， 那这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最小的上界，所以对于所有的 N 在 N 里边我都可以找到一个 TN 在E 里边。简单来说是我这样子说，就是 FYN YM 这个值啊，我扣一点点的话它就不是上界了，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函数值比这个数大，那这个函数值当然是某一个点的啊，就是在这个 F1 在这个大 F 这个集合里边哦，它是在大 F 这个集合里边比它大哦，当然它又本身又比这个 FYM 要来得小哦，因为它是 supremum sorry 比 YM 要小心的哈，这个 YM 已经是 Y 值来的了，所以这里也写错了。那你这里简单来说用夹击看一看你就知道，就是说 So 我的 limit FTN 夹击很好用的哦，夹击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性质啊，一个定理，就是我有这个，所以这一步我也做出来了啊。那接下来呢我要继续啊，这边我要擦掉一点。哦，好，所以我有一个 F， 有一个 TN， 但是 TN 也是 bounded 啊。The sequence TN， 它坐落在E里边，当然是 bounded 嘛。所以 apply 这个 Bosanowski-Strauss theorem again， 我们就有呢存在一个 convergence subsequence TNK 啊，它一定收敛到 T0， 也是在E里边啊，也是在E里边。那好，这一点呢又连续函数马上就有呢 FTNK 呢是收敛到 FT0， 那 FT0 可以是怎么样子呢？一定要等于 YM 嘛，哦，那就做完了，哦，做完是什么意思？哦，So T0， 我应该这样子说 FT0 本身就是在 F 里边，它是在 F of E 里边啊，啊，而且呢它是一个上界啊， FT0 呢
就等于 supremum of 这个f of 一、哦、所以它是一个上界，所以它就是 maximum， 就是等于 maximum 啊。结论是 T 零就是一个 maximum point。我想不用多说了 ，is a maximum point。啊，就是 f 这个集合里边的最大值，是不是？那我这里符就是我这个 xm 呢啊 ，xm 就是等于这个 t 零。啊，好啊，我就说 xm 等于 t 零。啊，定义的。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事情。那事实上我这里是处理了一半呢，最大值，那最小值怎么办？照做，对不对？哦，那我就这个是我们的第三步，哦，第三步就是说这个我不详细写了，就是你这个 f 啊也是 bounded below 啊，因为不是 bounded below 呢，我可以找到一个 sequence 呢，它是啊会最后呢找到一个 sequence， 结果函数值呢是趋向负无穷的，那你有一个某一个 y 零，它的值呢就是负无穷，所以矛盾。然后我就定一个 y cell m 就是 infimum of f， 然后再说明就是。真的是有一个 T0， 它的函数值就是相当于你的 Y of M， 所以这个 minimum point 也是有的，也是达到的。哦，那这个是我的第三步。Similarly， 哦，这个 F 呢是 bounded below， 啊，不多写了。那我就令呢这个 Y 小 M 呢。是等于 infimum of f 啊，then 我就有这个也是我叫做 s 吧 ，sn in 一就是一个 sequence 在一里边，使得呢，好了，我想我不要，我不用多说了，就是。类似的过程，我就是有一个 xm 在一里边，使得呢这个 fxm 呢刚好就是等于 ym， 所以我的 xm 呢就是 minimum point 啊，这个 xm 就是我的 minimum point 啊。我跟大家说，就是说，我们用微分，来帮忙找最大值、最小值，大概也是有差不多200年历史，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我们才将这个最基本的那个 extreme value theorem 来确认。你没有这个保证一定有最大值，你就没办法可以用微分啊、等于零这种东西来找啊。所以在学理上应该是要保证有我们才能找，而那个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完备性公理啊。那有了完备性公理跟它的一些等价的定理，我们再利用连续函数的好的性质，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命题呢给它非常严谨的啊，那非常圆满的给它说明清楚啊。那所以我说这个定理是我们起码是开学以来啊最重要的一个定理啊。那因为这个要证明这个定理能够使得我们要更深刻的去了解这个实数的架构啊，那才可以有办法会成功啊，是这样子。所以
来，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哦，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我这个做法跟书上好像是不大一样的。这个李建元很喜欢看书的，所以我要跟他说明一下。啊，这个定理两三个证明有的，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哦，但是我觉得最简单应该是这个。哦，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还要给习题。哦，三道题。其中3.5呢，要参考等一下助教课里边的一道习题来的，他会给一个例子给大家，就是如果我是连续函数的话呢，我有一个点掉在零上面，那它呢会过一阵子才跌下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 x 零是f(x0) 是大于零的一个点，它就有一个小区间，它都在零上面，它不会这个点在零上面马上就掉下来，因为连续它掉下来需要一些时间，而我可以控制到有一个小区间，区间有多小不清楚，但是就一定有一个小区间。哦，那这个事情将它相反来看，就是如果我有一个点它小于 m， 它跟 m 有距离，那它要拉上去超过这个 m， 当然有可能，可是呢你还是需要一些时间，你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就是有一个小区间你还是在 m 下面，这个是一个大 m。 哦，这个又是连续函数的另外一个好性质，而这个性质呢后面有很多很多有趣的应用的是一个基本的我们对连续函数的认知。哦，连续函数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的。哦，好，有关今天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做了蛮多东西的我们最主要是做了两个例子，两个蛮古怪的例子，然后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建立的有关连续函数的认知给大家讲得清楚，哪一个点是连续，哪一个点是不连续。那我们也有呢是对最后的这个所谓的极值定理啊，那这个定理本身就知道它是是重要的了啊，那我们也给它证明的清楚。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下课。